眼镜卤菜。你看这么晚了还有人排队呢。老板，这是什么鸡啊？老板，摊子鸡。摊子鸡怎么卖的？25一斤是吧？对，一斤啊。鸡翅怎么卖的？鸡翅32一斤。32一斤是吧？这是卤的还是红烧的鸡？卤的。卤的是吧？你给我拿一只这个摊子鸡吧。这上面是他们家的价位表，看一下还要不要搞点其他菜啊？素菜怎么卖的？素菜10块一斤，全部是。这鹅怎么卖的？鹅30。哦，鹅还好。这就是那个瓦罐鸡，是26一斤，这一只鸡是差不多将近100块钱，90多块钱，4-5斤重啊，兄弟们，有没有试一下？我本来想买那个白切鸡，老板说这个好吃，咱们尝尝啊。第一次买这个鸡肉，经典蘸酱配点大西瓜，然后再来一点咱们这个小酒，简单喝一点吃一点，今天就简单吃一点啊。咱们今天就简单吃一点，我也不想到外面去探店了。买了一只这个瓦罐鸡，听说味道特别好，他说比白斩鸡好吃，我从来没吃过，咱们尝尝味道怎么样，来一块啊。经典蘸酱，再来点这个小酒啊，不酗酒，还是那句老话，咱们坚决不酗酒，浅尝。这是大浪哥，大浪哥送给我的这个酒，还有咱们今天再来一个，哇，好凉啊，哇，滴到身上去了，我的天哪！来，浅尝浅尝啊，过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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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一块啊，来一块鸡肉。来个大鸡腿，哇，来了，兄弟们，哇，好肥的鸡腿，哇，天哪！来，兄弟们，尝尝味道。那这鸡腿，来个原汁原味的，要不然尝不上味道。跟白斩鸡有点不一样，肥肥的。再来一点啊，把这个鸡腿吃完。简单的喝一口，不酗酒啊。贵，这个鸡什么感觉呢？肥肥的，跟白斩鸡不一样，口味明显的不一样。白斩鸡是那种劲道，它这肉稍微有点腐，但是带一种那个瓦罐的那个香味儿，就有点像那个，就那种灌了药材之类的那种，灌了汤之类的那种感觉，跟白斩鸡是两种区别。适合老年人啊，它这个肉很软，老年人一吃的话，就是说直接就坐嘴里就化了那种。来，老铁们。这个我要蘸点酱了，因为我的经典蘸酱不能少，兄弟们看到没有？来，好香啊！鸡皮，兄弟们，蘸点酱除腻吧。这是鸡腿上面的肉啊，这个肉啊，其实是最容易那个的，最难入味的。做的非常的软嫩，来了，兄弟们，应该把我老爸喊过来吃。非常软，蘸点经典蘸酱。过瘾过瘾过瘾，是吧？
这是皮啊，兄弟们。香，这皮真香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。如果有在合肥的朋友，知道哪里有那种好的小店，有特色的店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替你们去探店。记住，关注熊二，美食不嫌多。拜拜，我们下次再见。